您现在收看的是拉法的游戏频道，拉法优质台。走吧，那我们来去挖矿吧。不要玩火！请不要弄坏我的帐篷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都看见了？我要睡觉了，谢谢。要挖矿才能做自动洒水器，我最喜欢自动化的设备了。那请问我要怎么补水呢？还没走到，我绕了一大圈。那应该是矿区哦，我们先来这边看一下好了，跟他聊聊天。探险家公会，经受考验的探险家方可入内。我只想看看这座古老的矿井，它已荒废了几十年了。下面可能还有些不错的矿石，但这么一个黑漆漆的地方，已经好久都没有人下去过了。恐怕你能在哪找到，不全是矿石而已。嘿，拿着这个东西，或许你会用得到。哦，一把神剑。顺便告诉你，我叫马龙，我就在外面经营探险者加工会，我会注意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如果你能证明自己，我更会让你成为会员。噔噔噔噔，混乱什么意思啊？没有电梯耶。十次稿不够坚硬，无法敲开它。目前电梯无法工作。OK， 哇，我挖矿了耶！呜，嘟噜，嘟噜，嘟噜。视窗界面可以缩小哦？你是说界面可以缩小？哦，早说吗？我以为你是叫我把实况的画面缩小，因为我已经改成视窗模式了。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提醒。有你这样子的观众，真是我的荣耀。谢谢你的提醒。哦，这样看起来好多了。哎呦！哦哦哦哦！不不不！走开走开！走开！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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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，是楼梯！十十十十！所以只要挖重要的矿就好了。Yummy， 打死飞虫的虫肉可以做成饵，后面挺有用的。OK， 飞虫，去食吧。所以我只要挖到路，然后就赶快下去，然后继续去找新的，然后挖重要的矿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就是你，你就是重要的矿。哇哦！欸，我问一下，所以这个地底是随机生的吗？就是每次下来地形都会不一样。哦，看我神闪避，
神闪避，神闪避。死吧你！哎，这样又打出一个洞了。这是什么？可以捡的东西。Skin。为什么会有？啊，这样我想把石头丢掉哎。地精。反正石头随时都会有。哎，为什么不能捡啊？所以石英不能得不能那个不能覆盖地上的矿，白色矿是石英。回家吧。野外开采一级，加一伐木功能功效，树木有时会掉落叶子。新配方野种，工作小时新合成。OK， 等级提升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在我家门口？你不要跟我告白，我会害怕。嗨，早安。我一直注意到你在找石头、找石矿，很棒。如果你想尽有可能找到矿石的话，你需要一个熔炉。正巧我有闲置的蓝图，给你吧，你收下吧。噔噔噔，熔炉，你可以用熔炉来融化金属棒，这些金属棒可以用来锻造、建造以及升级工具。当你融化一定的数量的铜棒时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件升级的工具，你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轻松。好了，那我回去了，倒过来。我有新的记录了，开始到处打造一个熔炉。20个铜矿石跟25个石头 ，OK。可是我刚刚没有铜矿石，对不对？还不够。那我先把斧头这个都先丢进去。然后先浇水，这叫效率浇水，在一个点浇四个地方，十字浇水法。好，从巴哈过来的，感谢您过来观看。原来这个就是鸡舍。不管它成立什么，它现在都成了废墟。等一下，这个矿坑是拿来干什么的？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？我还真心不知道它是拿来干嘛的。好了，不管它拿来干嘛的，我们都先去采矿吧。自从能有了采矿之后，我觉得我的头脑都变得更清晰了呢。而且考试都得100分，就算来回罚他3天3夜，我都眼睛不会干。快到了。哦，有人会来问生水果还是香菇？所以那个洞穴是来养一些奇葩的东西就对了。算是异形温室。其实我一直对这个东西很好奇，在地图上总是充满了这个东西。不过先不用告诉我好了，假如他真的有什么的话就不用告诉我，假如他没什么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。假如他只是装饰品的话那就算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整天在挥空。拜托给我，我要给我动，我要动。
不要下去，这太小了。我在这里，这里没有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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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哦，中中。咕隆，死，死，快速攻击。哈哈哈哈，这就是每天练手术的结果。小朋友，每天欢迎一定要练手术哦。至于如何练，请去找你老爸。哦，死了死了，又有箱子耶。哦，所以打死苍蝇类的东西也有几率性出现往下的洞穴。这里，哎，中了中了，哎呦，哇，哎，太黑了吧，这里，这么凶哦，呜，不错的音乐，哎，过不去，哎呦，哎，没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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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，砍错方向了。所以我要挖很多的铜矿石，我才能做熔炉。哎，紫色的耶，紫色的什么东西？紫水晶，哇！所以第四层开始就会开始有很多铜矿石了吗？因为我发现一下就遇到五颗，石英呢？石英一定要拿。可是我身上是满的，那我把这个丢掉好了。哦，拿到喽！快乐的石英，石英是你，石英姐姐。不是吧？这么好运？不要这样！哎，终于有了。每五层要先按电梯，这样可以从那一层开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噔。哦，感谢您的提醒，您今生的大恩大德，小弟半夜之前都不会遗忘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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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开，走走走走走，好运哦，呀比。看来没什么好东西可以砍，这个是石英吗？我忘了。石头，两个，好吧，那就走这里吧，反正都一样。我靠，大哥大哥，赶快死好不好？好了，死了。山洞萝卜，晚上，什么东西？地鼠。地鼠，可恶啊！史莱姆哟，还有樱桃炸弹会发生小爆炸，请向后靠。OK。哇靠！好猛哦！我喜欢钻石耶，喷钻石，所以钻石是好物就对了。那我运气也太好了，钻石750块，好赞哦！看来拿到好东西了，这就是傻人有傻福。看我这个可爱的造型，大家都非常喜欢我呢。连怪物都要给我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感觉真是害羞。原来这是树叶哦，靠，丢了你，浪费了位置。
第七层了。可怕的声音，我想直接冲到第十层再回家。矿场深处，在矿场达到40级啊？我刚刚不是已经开始吗？哦，我已经超过5级了。我靠，我这样就5级了？是不是吧？是40层吧？不是五级吧？比较推荐丢史莱姆球哦，把妹也可以卖。我当然上来去把妹啦，对不对？我老爸他女儿，我还没送他好东西呢。紫水晶欸，用最快速的方式冲到第十层，其他全部都不管。来不及了，已经10点20分了，才第八层而已，我觉得应该会来不及。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又来不及了。算了，不行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被戏啊！我快死了，要嗝了。改天再来探。今天时间不够，回家回家。阿比盖尔是鬼，我就是要把他。没错，今天我管他是人是鬼，我就是要把他。因为你看他们家这么有钱，当然要当一个富二代啊！已经很晚了，要赶快回家睡觉。这个游戏走路速度一定要这么慢吗？那个紫宝石可以送给他，紫头发喜欢紫宝石哦。那金头发不就喜欢金矿石？那我知道了，那黑色的喜欢什么？蕾丝边。哎，哦，睡觉是。采矿升级，此次搞功效加音，新合成配方樱桃炸弹，战斗等级生命加5，结婚戒指。哇哦，这么快就有结婚戒指了。这意思是叫我跟老婆告白吗？今天是个快乐的礼拜天。礼拜天总有一些事情做做吧。我了解到你农场中有很多散落的石头，如果石料有丰富的话，你可以考虑让我给你建口井，井可以在农场里任何地方，这样给你喷壶打水就方便了。等你准备好，带上75个石头跟1000块钱来我的店里找我就行了。罗宾。我发现你一直在探索那个旧矿坑，我能看出来你拥有冒险的精神。如果你能消灭10只史莱姆，你就能在我的冒险队伍里拥有一席之地。小心点，马龙。啊，我刚刚都杀死不止10只史莱姆了，你是在怎样？在给我？已经可以拔了。我是4号种的，所以4天，这东西种4天 ，OK。可是我发现我没有其他种子，怎么办？矿场回家从木匠上方走比较快。矿场回家从木匠上方走比较快。木匠上方，哦，从这边走，哦哦，我们绕一圈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我应该要先做一个火炉，石头要25个。说真的，我刚刚都把石头丢掉了。我应该再摸一下 ，skin， 哎，又有任务、啊，进阶，达到这耕种一级，打造一个稻草人。养殖动物，本地的木匠罗宾就住在镇子的北方，只要给他充足的原料和金钱，他就会替你在农场建造新的你需要的，他帮你建造鸡舍跟，好吧，建造一个鸡舍就对了。什么是开始？想要成为农夫，就要从基础开始学习，使用你的铲子松松泥土，然后在上面使用种子袋，每天播手直到虫子奖励，我已经有了。好累啊！好多事情要做啊！我要罢工，罢工，罢工！
把龙粉卖了，直接换成钱，然后去买基金，胜过当农夫砍得要死，还什么都没有，还要被抽税，讨厌！我要在农地上盖一个豪宅，盖豪宅，盖豪宅啊！然后再把豪宅拿去出租，然后再认定为农地。我家在外面随便种个樱桃树，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总统。美国总统不就是被樱桃树打到之后就变成总统了吗？砍樱桃树，是砍，啊，差不多啦。所以这个拿去卖，可是不是有一个任务是要给用熔炉打出一块铜锭？不是有个任务是要给那个吗？我记得是杂货店吧，杂货店可以给，要给他一个防风草。海鸥喜欢向日葵，哦，海鸥，哎，触发任务了，路易斯，哦，你好，好臭啊，这个破房子看起来真是有品味。这里就是鹈鹕镇社区中心，或者说鹈鹕镇社区中心的遗址。这里曾经是镇子的骄傲，经常举办为各种活动。现在年轻人宁肯坐在电视机前面，坐在电脑面前，手拿着平板，也不肯参加社区活动。但你听我说，虽然我听上去像个老顽固，可口可乐公司一直蛊惑我把这个中心卖给他们，他们想把这里打造成一间仓库。鹈鹕镇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但我总觉得我不应该就这么卖掉它，可能是我太恋旧了吧。如果还有人买可口可乐的会员，我就把这里卖了。哎，进去吧。啊，任务还有过期的哦。这是什么？文森特肯贾斯一定来这里玩过。这里比我记忆中还要破旧。你是谁？什么？精灵吗？怎么，你不舒服吗？你看得出来我舒服吗？你是眼睛发烫吗，老狐狸？你看到什么了？这里有老鼠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刚看到的不是老鼠啊！你这样会很担心，骨垢。听着，我要回家了，我需要吃午饭。哎，不合理啊！你要回家吃午饭啊？你刚刚不是很担心我？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锁这扇门了。你要是有时间活动的话，可以来抓抓老鼠。真奇怪，我会来继续探索这栋建筑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个地方一定有问题，肯定有闹。精灵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祝福尼摩，很乐意帮助你。作为回报，我们希望你得到新入骨的礼物。如果你拥有着森林的魔力，那你们就能看到这个卷轴的本质。我看到了，然后呢？第
地上发光才可以互动。OK。这是大保险箱，难道这里前也藏过很大的金库？啊，就这样哦，你马刚帮帮忙哎。所以我因为还没有拥有森林的魔力，所以我看魔力，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卷轴的本质，所以我必须要先拿到森林的魔力，是这个意思哦。嗯，所以看来这个没有那么简单。嗯，之后会慢慢解锁。哦、oh, ，I see。嗯，看来我要去找老爸了。老爸。老爸，我来喽！哎 ，hello， 完了，我整个周末都没有写作业，看来我要熬个通宵了。嘿嘿，我来帮你熬夜写通宵。我来送你一个铜矿石，你喜欢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侦察机。拜托，这也别把这个带给我了。老爸不喜欢他，这个要四天哦。虽然他有写，而且他会写告诉你要收成多少钱，四天20块钱，十天60块钱，所以我八天是赚80块，然后八天十天的话是80块，十天的意思就是100块，也就是说我买三颗种子种十天的话，成本是可以换成100块，可是我种这个早豆种子十天只赚60块，也就是说赚卖早豆种子反而比较亏，因为卖这个虽然辛苦一点，要种12天，但是我得到的利润是，不对，我算错了，不是100块，对不起哦，四天八天是40块，十天是十天是70块，十天是50块，所以我种这个早豆种子十天是赚60块，所以种早豆种子十天多赚10块钱。然后花椰菜种子12天赚80块，多两天多赚20块，划算，6天收50块。4天收20块，6天50块，所以12天100块，所以做土豆种子的效益比种花椰菜种子还高，因为12天他收100块，他12天只收80块，而且重点是他的成本还比较高，但是我12天是花100块的成本，他的12天是花80块成本，所以我的成本多了20块，这个成本多了20块，但是我种出来的东西也多卖20块，所以种花椰菜种子跟种土豆种子12天的情况下，获利是一样多的。现在来那个。现在来想一下，商店前四种至少买一本 ，OK。然后这是6天赚20块，噔噔噔。前四都要建议要买一个，好吧，那我们就都买一个吧。然后6天20块钱，这是种花，橄榄种子，橄榄种子应该是橄榄吧，橄榄的意思哦。6天70块，这么赚哦？不对啊，啊我成本70块，啊我卖掉70块，啊你是在整笑哎哦？我这样哪有赚？而且我要种6天，哦那是买种子的价格哦，哇你嘞！好，没钱了，剩下19块钱，出发吧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先去打铁吧，先完成，开始认真的完成任务。我可以买一直会产果实的种子，可是重点是，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是可以一直种的。等收成之后，我要开始重新规划我的农田，要把它弄得美轮美奂。种豌豆的地不能过边，来不及了。你把早点讲。内户。
欸，站在这边可以交石一个田字，来去打水喽。一个和尚打水喝，两个和尚没水喝，三个和尚挑水，欸，三个和两个和尚挑水喝，三个和尚没水喝，四个和尚算了，他叫我要做熔炉，做好了，煤炭要在身上。哦，哦，哎，一个煤炭才一个，哦，哇，那搞笑啦！谢谢大家收看拉法游戏频道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、订阅还有分享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